肖战昨天有睡好吗？嗯，好很多。今天戴隐形了吗？是没戴眼镜吗？是。那我没戴。所以我们今天都特别希望你不戴帽子，结果你还真没戴。因为刚那边结束。你们还缺群演吗？我们可以去当群演。昨天去哪玩了呀？你不是上架吗？去市里面吃了一个圣斯的那个电影的特别。哥，你为什么要反着别这个？是因为自拍可以赚粉？这你之前看过韩剧吧？嗯，我说你应该看过韩剧吧？看过。嗯。哈你。走一走，走一走。你想喝吗？我们给你买。你在广州喝喜茶了吗？上了。哦。怼他火的啊！战哥真喜茶。哦。我也想喝。不给。平时喝奶茶吗？不喝，怕胖。哥，看一下镜头好吗？哥，哥，哥，哥。哎、站站，你再看这边一次，我刚才没录上，完蛋了。哇，站站，站站，我们等你好久了。真的好饿啊！站站，你好饿啊！脱。为什么不脱？脱掉，脱掉。哥哥，感觉你没有晒很黑耶。每天一定要涂防晒，对，一定要记得涂防晒。好，没太阳也要涂。哥，我就涂防晒的。涂防晒啊、哦，不能忘，手上也是，有那种手膜，做几次手就白了。我一个女儿粉已经耗尽成一个妈了。肖战，一个名字。是肖战。啊，肖战，唱歌也好听，演戏也好看，对吧？什么都啥都好，这么年轻啊，都出道了啊！那叫肖战，肖战，肖战，也应该是肖战，肖战，那边走慢一点呗。这么晚了，快走，这么晚。走慢一点吗？你走慢一点吗？好，我走慢一点。好。站站回去早点休息。你们俩去早点休息。站站这边辛苦了。今天超好看。今天衣服特别好看。站站去哪带的？外面什么人哎？嗯？又没有什么人了，已经。哦。不过应该来得及。要回去好好休息啊。哥哥，我们会努力让你不要这么辛苦的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